包天呐、啊！本来要来教妹妹们用餐礼仪，可是没想到美食当前，所有女生也顾不了自己的形象了，抢成一团，成何体统？好啦，吃归吃，咱们的课程可是还没结束嘞！小雷老师，快教他们用餐礼仪的下一个步骤吧。还有甜点了，甜点的部分。我的餐。甜点的部分。那吃完主菜的时候，其实味道比较重，对不对？还是要喝个水。对。有没有什么话题要跟老师在席间聊一聊？接下来上甜点了。哇，这甜点看起来很正。哇哦。是我们的夹心巧克力蛋糕。夹心巧克力蛋糕。老师怕胖，来给你。耶、yeah。有两份。示范一下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老师可以装一下，然后，切装一下，然后送过去。这个汤匙是要，这有两个餐具，然后一个是看你们自己喜欢的习惯，对，对习惯。你习惯用的是汤匙，大口大口吃。这个其实小口小口为主了、啊，是不是？好啊，这个好了。这个好了。吃不出来。哇，老师切的就是很优雅。你看老师切的很工整，就是一片一片的。为什么？也比较方便入口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但也要喂的吃。啊，这个就直接拿给他们好了。谁要？上课要不要乖？我不是你们乖，他们最坏。平常呢？好，那我要测试你们乖不乖。起立。敬礼。手还没放下，原地踏步走。哇！美化美化，预备唱。好嗨啊！好想在里面。好，住口！还没放下。想有真，蹲下，原地踏步走。好停，还没起来，谁想要吃？还是很乖，要不要训练一下？好，坐回原位。刚刚吃好刚刚有两盘了，乖的，好，大家一人一口拿去吃哈。用手拿来吃啊，这边汤匙汤匙来。接下来还有，最后这是我们的今日特调咖啡。你不要把它整，所以你是验收台的，手一手怎么会这样？没有，因为专业的服务生就是要把一只手放在桌板下。哦，那你这算专业吗？这个喝咖啡是最后一道手续，对不对？喝茶或咖啡。茶或咖啡，那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？看你要不要加糖。就直接加。我是不喝咖啡的啦。你不喝咖啡，为什么？从小就不喝咖啡啊。那你不能当美国人。什么意思啊？美国喝咖啡才叫美国人啊。小时候看洋片的感觉。我可以喝茶。喝茶是不是？对啊。这切记不能拿那个汤匙去这样抿。大雅的杯子上面已经有茶渍，哪有啊？优雅的。好喝吗？你是要稍微的？什么意思？我不喝咖啡的。你不喝咖啡，那咖啡你们还要喝吗？啊！你们那这个要这样子吗？我连水杯都要喝。不用，直接这样。这可以拿来浸吗？不会啦，水杯就好了。有人要喝吗？我要，来红酒。你要红酒来。来，这糖谁要？蕾蕾老师的谁要喝？求贵公子吗？糖全部收，抱歉。女生，你是14岁，你可以喝咖啡吗？可以啊。他发育不健康。对啊。好啦。刚刚以上就是我们的吃西餐的时候，最后有一个步骤。最后很多人都会这样子，就走了。这个是扣分，对，错的，会落人口舌，对不对？可以把它折好，把它摆着。就不见得要折什么样，就把它折好摆着就对了。你在做老师，你不要放这样，多了多了，来，请起立，给老师掌声鼓励一下。谢谢大雅，谢谢大雅，谢谢。老
老师是。那因为小朋友啊，其实还蛮向往上流社，不要说上流社会啦，就当一个 lady， 就是淑女。那有没有什么要最后跟大家叮咛的？叮咛啊，就叫爸爸妈妈常带你们去西餐厅吃饭啊。可是台湾的西餐厅都没有像这样耶。其实台湾对台湾的对台湾的餐厅，他没有说很高档的餐厅。对啊，因为像如果正式的，正式很正式的没有。像要比如说你穿衣服的规定啊，然后进去其实要有会员制，自己在家就可以这样做啦。因为我们去我们台湾的西餐厅吃，然后用这样很正。这样正规弄，然后人家反而觉得你是怪物啊。不过因为台湾人就是很爱拼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所以他们对于吃他们没有那么注重，所以他们就是想要赶快吃完，要赶快去赚钱。那对熟女来讲的话，有没有什么要特别跟他们讲？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学的，最重要先把书念好哦。是的，要跟老师一样用功努力哦，好不好？谢谢蕾蕾老师，谢谢。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通通时间。危险台在后面啊！助教，赶紧过去！不行，出局，助教出局。美眉网络票选活动开始喽！猜猜看，黑人老大最爱哪一型的美眉呢？只要你上网加入 Star 网络会员，就可以参加票选哦。猜对者将有机会获得情人对表、彩妆组等丰富大奖哦！来 ，Wake up，Wake up！空空时间，冰波舞。今天得到冠军的可以获得什么？获得 Stella Stella 提供的专业彩妆组，有谁要？有谁要？好，谁想玩？今天的礼物还不错，妹妹们的兴致都很高哦。下去的。首先是115公分 ，Let's go。哎呀，好轻松啊！简单简单，来 go。太简单了。太简单了。助教真的轻松了。助教心不太硬。第一关简单任务，所有人都顺利过关喽。设计的，75公分。然后零分。脚要小心。拍手。哦 ，nice。拍手。这步太大，过不去。惊险过关。好。是的，筋骨不够软的人是拿不到礼物的，去旁边哭吧你。设计的，小心小心。试试看，小心小心。这是我的礼物。Oh yeah, you can make it. Oh yeah。谁啊？佩佩，算是老将了，本班的老同学。有破关吗？没有啦。没有吧。来，一鼓作气了。我突然给我鞋子啊。好，使出必杀技了，75公分就要脱鞋了。那接下来，不要。危险台在后面啊。助教，这个 OK了。没办法，试试看，一过一过。助教从后面跳过去好了。出局，助教出局。55，这个过了就难了。小优 ，Let's go， 55公分。小白，加油！小白加油！鬼！再一次，一次哦，如果没过就没过了。滑的，赶紧去旁边。加油！哎呦，算勉强过关，来。还有个勉强。很丑，好丑的姿势。好，拍手。一失足成千古恨，躺在地上装可怜也是没有用的。试试看。
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哎呦，还有这个算勉强了，勉强。小丽，如果你过得没有比她漂亮的话，就是小白获得冠军了。那小优再一次好了。冠军是我们的小白，恭喜你获得 Stella 才华组合。同学们，我爱黑社会，下课啦！